湾，所以今天我要开箱淘宝超火红玩具呀，不是淘宝，史莱姆，因为我觉得我是时候让我自己的手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来，如果我动太多史莱姆的话，就可能我的手会有点干这样。我之前就在抖音上面看到很多就是很火红的一个东西叫石膏娃娃，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娃娃。So， 我就要来测试淘宝上超火红的 DIY 解压玩具 ，Let's start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上美术课。What？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老师，我们已经20岁了，你可以不要这样讲话吗？哦、oh ，你20岁啊，看不出来。这位女同学，我今天这么说话不是因为你哦，是因为你隔壁的这个男生哦。他今年才3岁。他3岁？嗯。老师，我看他多少岁？OK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淘宝的圆圆球，这是我们淘宝买回来的圆圆球哦，现在呢就拍下去，你们用这些胶纸卷成一个小圆圈，谁最快就赢。现在开始。老师，我没想可以开始卷哦。你年纪小小已经那么听话了。听话？同学，看看你的哦。哇，你做什么哦？这个什么来的？这种东西你都敢交上来啊？对不起。这位男同学，你做的怎么样啊？哇，这个球集中生智，圆得来不缺乏凌乱感。中间还保留着一个空白，寓意着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循环。Are you serious？ 真的不是你这种年龄可以想出来的。你好厉害哦！他根本没有在做。现在呢，老师给你们一人一个相框，你们只需要在上面粘上你们喜欢的图案就可以了。OK， OK， 去做吧。你们做的怎么样啊，老师？Alfred， 你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好？还要在3秒内，真的太让我惊讶了。老师，你看不出来？你今晚要来我家吗？几点？我大概12点从我女朋友家回来。你有女朋友？老师，她才3岁。那我就约你今天6点的时候。老师，这个是我做的。一般般，还可以吧。你叫这个一般般，你比其他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做抖音上超火红的 Hello Kitty 石膏玩具。
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是讲虚空？是。你先放下。你晚上要来我家。由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买两个凯迪猫，所以呢，你们两个共同使用一个哦。这样我可以拿回我一半的钱吗？你讲什么？你讲那个石膏玩具下午会到什么？哦，可以，OK， 你们可以把你们内心所有的欲望、想法，全部都释放在这个石膏玩具上面哦。真的吗？不是那种欲望。有那种欲望，晚上可以来我家。你真的是三岁吗？开始涂吧。我涂一半，你涂一半 ，OK？ 你一半，我一半。我不需要牙膏。哦。等一下，你要用牙膏啊？你在偷什么懒？快点涂。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个美术班？老师，这大个公仔你还要我给他分着用？我一定可以做到，我一定可以做到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我做完了。你在做什么？看着这一幅这么美的雕像在我面前，苗条君子，淑女好逑。他只是在吃石头。 OK， anyways， 这个我没有涂到很好看，可是我尽力哦。那同学们还有三分钟哦。Can you stop？你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他没有在配合我。这幅蓝色图案完全把内心的欲望和冲动强烈的表达出来，把这幅庸俗的粉红图案 Excuse me 提高了几个层次。走得好 Alfred。 他刚刚只是把脸拍上去而已。 OK， 你可以走。 Finally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可以把那个石膏喷出。老师，你可以把那个石膏喷出。你可以把那个石膏喷出。老师得到肺癌要去治一下。你今晚要来我家吗？老师，他真的，他才三岁，他都可以做你儿子哦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儿子？喂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儿子？他是你。OK， 大家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哦。OK。
跟你们讲，拍这类型的影片真的是很花我时间，就很费时间，可是是很有趣的，我很喜欢拍这种影片，所以还有我 Bru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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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他OK 下次见拜就来上美术你们把他们你们把圆圈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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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Feel like somebody watching me. 看看你的哦。Okay. Ah, you did.